每到夏季旅游的时候，饭店的下午茶餐券总是卖得下下叫，福华大饭店的也不例外了。而且身为呢全台啊连锁体系当中最多的饭店，选择的多样性自然不在话下。台中的福华饭店走过了20个年头，装潢的设计上还是保有了古典的老派风格，雅致红木的桌椅搭配新颖的设备，在跟随潮流之余依然维持一贯的传统特色。虽然没有五花八门的噱头，但是基本配备还是一应俱全的，像是休闲设施有提供户外游泳池或者健身房，不管是对于出差或是旅游的人们都非常的方便。